巴旦岛的师兄师姐回来几位哈，那亚明师兄还有我们蔡秀如师姐哈，他们在那边都非常精进，而且很和。啊，他们现在进士堂好了，蔡花院他们要做国际学校，他们是很精进而且很和的一个团队哈，在我们的巴旦岛。感恩上人，给我们巴旦岛有了进士堂。五年后，巴旦进士堂很稳定，我们盼望越来是又盖学校，请上人的祝福。我们巴旦职工很乐呵无邪，请上人放心。那我们巴旦岛早期受证为上人弟子的资深委员们都在场哦。然后我们巴旦岛的第一粒种子还有第一任的负责人李宝贤师姐也在场。那这次也有推动，就是实业家，就是认养那个工会生的学生，不管他是企业他公司的人才送回来也好，或是资助慈济的学生工会回来也好，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希望把那个慈济的人文培养出来带到他们的企业里面去。好，所以龙莲师兄第一批30位已经回到公司服务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把慈济的人文带动。我们就派这些年轻的一代呢能够像那个师姐说的，这个年轻人现在想法都比较灵活，不是很啰嗦啰里啰嗦的啊，能够马上执行，很认同上人的这个想法做法，觉得很温馨，那他们会全力以赴，把它做好。要认同慈济的人哈，还要更多，才能走入印尼的社会，真正的把整个社会的体质都要提升。的确啦，因为有这一大群的企业家，真正你们帮助这个国家很大，因为真正的国家的这个高级的元首都也很看重你们，因为是你们做出来的。曾经你父亲来的时候，安邦定国，唯有爱，这是师父跟他说的。所以你们就是这样的延续下来。企业家呢，对社会的贡献很大，所以我常常都赞叹，在印尼，你们这一群企业家，真正的做到了安邦定国的这样的力量。会记得吼，思想体也是，那迄个画面传回来了，我记忆真的很深。红溪河啦，安尼金拉萨，这那样的景象，都是呢有录影存在的，还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人不要讲啊，过去也安尼，咱都不爱去提起，更要提起，这就是教育。总是呢，过去曾经这样，因为大家呢有那一份的和和和谐，这把整个社会呢提升起来，教育提升起来，这20多年来了，看看你们好好了，定定了，多少孩子毕业了，有了这个教育的，所以呢，现在的孩子啊，承担那个国家吼，的力量嘛真大呢，所以还是呢，对的事啦，总是我们要很用心的坚定支持，不怕过去呢，这个国家曾经有过
其实我过去也是很繁荣过了。这曾经何时几百年来呢？历史一直在兴兴甲衰，这是吼普天之下都是这样。所以他曾经有这样过，可是现在呢，都已经提升起来了。现在红溪河的河畔都很漂亮，这都是吼企业家对这个社会很有贡献，这都是吼哪波贵体曾经有过的，哪有现在呢可以比较的这样的效应的效果。所以我常常讲吼，道友就是爱用很真的过去，很实在的现在，这才能呢一代接着一代的曾经有过的历史。是还是呢可以不断的啊，这印尼跟咱慈济呢，我真很感恩李居士的啊，我们今天的缘呐，因为有了李居士在那个所在带人回来了，那就缘呢就这样的延伸下去。还有丽英吼，当着富太太，这吼我拢未去吼，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总是呢要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还有呢，黄伯伯回来台湾，迄个是，安尼简单几句话啦，就是啦，这也很有，因为黄伯伯的力量带动阿元他们，迄当初伫咧清安街河，你爸爸也是亲自落去吐。不无米、哦、那一幕呢总是呢永远都是在记忆中，这就是记得，真正这是人生的记得。所以、哦、我的这种价值的观念、啊、总是呢看到了这难能可贵，难行能行，这里是价值，不是说哦，偌济钱啦，偌好嘢啦，哎，为偌悬，这我不大在意。最在意的呢，平常人无法做，无法多做，他愿意投入去做。现在印尼可以转变得很快，对，才三十年啦，总是呢，这。经营真紧吼，四大企业啦，我爱用几十年的时间，因一面啦，二十外年就把慈济的四大事业做得比师父伫台湾做搁较好。我讲吼，互恁入会啊，真正的师父爱甲恁赞叹，那因为你们就是。和和互协，彼此真敬重，相敬相爱啦，互相勉励，所以让这个国家呢，真正的安定了社会。所以，功德无量，爱保持得起。向上人报告，自从巴淡岛净思堂落成后。在这五年里面，我们积极的推展事业，深耕社区，菩萨招生。那我们整个廖内群岛的慈委，从当初的20多位，已经提升到目前的将近100位。那资深的也有做到传承与陪伴。我们的慈善及医疗的脚步也走到了附近的小岛。那不止到那里进行个案访视关怀，我们也举办了小型义诊，
那苦难的人走不出来，那我们就走进去，把苦以乐。感恩就好吧。感恩当然。真真的哈、哦，这印尼真的跟慈济很有缘，听到你们对印尼这个国家有这么大的贡献哈、哦，我真的呢也是以你们为荣，很欢喜。那不过，真正的爱的能量要有继续，要延续啦，要用爱的教育带动当地，爱的教育带动当地。我真正佩服向你做员工，会当回咱呢安心欢喜吼，真甘愿付出啦，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这也对社会呢影响很大。